今天我会教你怎么做广东面条。你需要准备食材：一碗肉，一汤匙蚝油，一汤匙酱油，一汤匙海鲜酱，一汤匙糖。你也需要很多菜，你也需要蒜和广东面条。第一步，先你把肉加在蚝油里，你再把搅拌匀了。第二步，你一面得把炒锅准备好，一面把撒上食油，热了。第三步，一面浇肉一面加蒜，可是先你把蒜切了，然后你搅拌它三分钟。第四步，你把炒锅加很多菜，然后你搅拌匀了。第五步，你把炒锅加在广东面条里，然后你把面条加一汤匙蚝油，一汤匙海鲜酱和一汤匙糖都放在里，一起炒了。